西港区长手提闯关的几点卡，加好耍的搓搓乐，这是为着礼拜日将要登场的小酒来去庆安宫、写春联、写七吉、迎好年的活动，所来准备的。区长林根汉表示，今年结合着庆安宫首次办理这个活动，除了加强公所进行甲风灾宣导、社区文创甲小农产品的推广行销，同时熟悉着在地产业甲文化。啊，阮今年这活动吼，有结合公益，啊，嘛结合咱地方的特色的市集来办这活动啦吼。据讲哦，阮咧拿只写春联、领春联了，啊，啊，阮阁办做政令宣导的活动，啊，阁互咱实际熟悉咱西港的文化。本次活动同时规划好耍的闯关游戏，分做六个关卡，每一关不止简单，阁好耍。闯关成功就会当来进行着搓搓乐来摕奖品，奖品高达360多项。啊，这闯关游戏吼，阮有准备六关，啊，若超哪一关算，你会当家经经四关了后，可以当领到物件吼，啊，领到你迄关闯关啊过了，阮可以用这搓搓乐，用这小咱囡仔去耍的时的物件，这搓搓乐，你搓到里面有啥物件，果是你的奖品啊。小酒来去庆安宫写春联、写七吉，迎好年的活动，将伫19号闹热来登场。区长邀请着民众来庆安宫广场来领春联、写七吉、过五关斩六将领奖品，伫农历春节进前过一个快乐的好年。咱的新闻甘新富西港采访报道。